台湾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旅游胜地，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、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美味的美食。以下是一些台湾著名的观光景点。台北101，台北101曾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，是台北市的标志性建筑。游客可以登上观景台，俯瞰整个台北市区。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，是一个展示中国文化艺术的博物馆，馆内珍藏有大量的文物和艺术品。阳明山国家公园，这片国家公园拥有美丽的自然风景，包括温泉、山脉和湖泊。阳明山也是樱花季节的热门观赏点，夜市如饶河夜市、士林夜市。台湾夜市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，游客可以品尝各种美食、购物和感受台湾的夜生活。九份老街，坐落在山腰的九份是一个保存完好的古老矿业城市，古朴的街道和茶楼吸引了许多游客。阿里山，阿里山是台湾著名的山区，以茶园和神奇的云海而闻名，游客可以搭乘小火车欣赏美丽的风景。日月潭，台湾最大的淡水湖泊，被誉为珍珠在台湾的心脏。湖泊周围有美丽的景点，如文武庙和伊达邵。高雄龙虎塔位于高雄市的莲池潭畔，是一座古老的庙宇，因为形状独特而备受游客欢迎。澎湖列岛，澎湖是一个由美丽的岛屿组成的群岛，拥有清澈的海水、白色的沙滩和丰富的海洋生态。台东绿岛，绿岛是台湾东海的一个小岛，以其澄澈的海水、珊瑚礁和美丽的自然风光而闻名。这只是台湾众多景点中的一小部分，岛上还有许多其他吸引人的地方，适合不同类型的旅游者。